等我一下，等一下哦，大家晚安。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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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晚安，因为我想早点见到大家。Hello， 酸奶，等一下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今天是马尾丁，马尾布丁，一丁十。今天是马尾布丁，因为今天很热，就想要绑一下马尾，所以就绑了个马尾。谢谢酱布丁粉送的荧光棒，大家晚安呢、啊。你们吃饱了吗？吃饱没？你们吃饱没？谢谢阿 K 阿寿 Love You， 谢谢 Tomo 送精灵的翅膀。什么噗噗？正在吃，我刚刚吃了麦片，就是牛奶，嗨手华哥，就是牛奶，然后再加麦片、谷片，不知道啦，反正就是那个东西。吃什么甜点？布丁吗？很好吃的麦片、谷片，反正就是巧克力的谷片加上麦芽牛奶。谢谢手滑哥送的星之冠，我发现我很久没有比赞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好像吃那个会很容易饱，可是我也觉得还好。谢谢贝瑟的音符，我以为会吃得很饱，结果没有。嗨草莓酱，大家晚安，谢谢草莓酱送我 Love You 跟掌声鼓励。 Hello 喵。我以为吃麦片，到底是麦片还是谷片啊，还是都可以啊？可是为什么我觉得没什么饱足感，可是但是很好吃。我那时候还在考虑我到底要买原味牛奶加上原味麦片，还是巧克力麦片加上麦芽牛奶。可是我就因为巧克力麦片，所以我最后就挑了巧克力。我在消耗什么？嗨，Miso，我觉得我等一下还是要吃晚餐，好讨厌哦！我想说，那我今天晚餐就吃麦片好了，结果没有，我还是觉得没有到很饱哎，怎么会这样嘞？我好伤心。我想说我不要吃太多，不要布丁奶茶啦，哪有，明明就有迟到，你明明就迟到还说没有。对，今天是马尾，对，我是吃货丁，吃货丁。谢谢酱送的野丁的赞助哦，鼻子痒痒。好，我手滑哥待会再来。 Hello 尼心哦，两分钟就是迟到啊。没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吃麦片不饱。为什么啊？你们吃麦片会饱吗？对，阿贵今天是第一名。嗨，塔瓦哥，好，先吃完 ，OK 的。我都会边吃边看直播。好哦，阿华，待会见。为什么鼻子好像痒痒？嗯，好的，没关系。谢谢阿 Kia 帮我分享。什么直播？成员的直播啊？我说假，我是之前啦。如果有成员的直播，然后我有看的话，我都会配着饭吃。谢谢手滑哥送的告白气球。米手不要找借口，迟到就是迟到。
谢谢手滑哥送的音符，好可爱的音符哦，是新的礼物吗？我上次不是说我画了那个乐福休息的板子吗？结果它变成这样了。结果因为我把它放到袋子里，我还在祈祷它不会怎样，结果变这样了。嗨，怀怀，对，喵，你的做法是对的。什么？只要白饭是怎样？谢谢咪早中的音符，所以我现在来重新整修它了。我不知道哎，都没有口味。不过饭还是要好好吃，要把握每次吃饭的时间。我在讲什么啊？花花会来哦，你说你会带我的扇子对不对？我还好像还没有，我有亲眼看过吗？好像有一次，又好像没有。反正是有一个布丁狗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布丁盖饭。我现在重整修我的板子了。谢谢旅馆送的音符，我画得很好的说，然后结果就毁了。什么那个扇子？我现在要重新画它。什么布袋？等我。我这样好像会画很久哎，真的吗？综合喵喵，综合喵喵，综合喵喵，好像有看过吗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对对，就是夏日季节，难怪我又觉得我好像有看过，又好像没有。那你下你这个快闪要带给我看哦，谢谢阿 K 送应援灯，好像有，对我有看到，怀怀我有看到。所以你要记得带。我现在边把它整修边跟你们讲话。什么好吃？布丁盖饭吗？等一下哦，他记我傻眼哦。哎，我好像 Miso 你有跟我讲过话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跟我讲话哦，我们是没有见过面呢。我们应该要见面，然后自我介绍之类，请多指教这样。谢谢华华送的再见伞哟，华华你要去哪？你要走了吗 ？Hello， 蔡亚马逊逊，握手会啊，好好哦，好哦，好哦。那你下次记得怎么没有来找我？Hello， 蔡亚马逊逊。大家快闪的时候，我发现现在重整好难哦。他现在嗨艾斯什么？哎呦，什么灵感？你说那个麻扇子吗？我想想，对啊，你都不来找我。谢谢艾斯送我心之冠。谢谢 S 送的告白气球。为什么我是布丁姐姐？我今天绑马尾又穿吊带，是不是青春洋溢、活泼可爱 ？Hello， 小易。哦，为什么我这个整修还真难？就是它就有点糊掉，我现在要重新写字就会更糊。谢谢 Miso 送的 Love You。Hello， 袋袋，谢谢。谢谢壮盛的掌声鼓励，谢谢道帮我分享。什么？我这么青春可爱活泼，青春洋溢活泼可爱。我刚刚还想了一连串的句子。今天可以看完，真的？你今天没有课了吗？谢谢道追踪我，谢谢蔡雅马旭旭帮我分享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好难把它重新复原哦，还是我要重画啊？就是青春洋溢、活泼可爱，对耶！好好好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十四没错，但是我只有15岁啊。谢谢宇宙帮我分享，谢谢米手帮我分享，谢谢阿 K 的掌声鼓励。这件衣服在哪里买？妈妈帮我买的。
谢谢酱帮我分享，可以，我也觉得可以。谢谢卡丘送 kiss 啾啾，天真无邪、青春洋溢、活泼可爱的布丁，送你一个双手点赞。谢谢呆呆送我精灵的翅膀，我15岁。谢谢卡丘帮我分享，我只有15岁啦。可爱的布丁这样就够了，好好啦。有人知道要怎么重整它吗？我现在发现它很难重整。谢谢道送我的告白气球，就是这种底配上这个白板，越画会越糊哎、欸，擦掉重画哦。这个啊，我画的板子，因为我刚刚。不要，你不行。道具组很好心的来帮忙，但是我拒绝他了。道具组感谢你，我收到你的心意了。就是有点糊，哎呦，有点糊掉啊，像这里下面，就是我画的乐福修行的宣传板板。没有啦，我只是想说我要亲手画啊，重写感觉要花很多时间，因为我第一次画就花了很多时间。不是，又把它放到袋子里，可能它摩擦到就变这样了。我原本还想说一定不会有事的，好吧。哦，对耶，阿光好聪明哦。再看一下下什么 ？Hello 两光，我还画了一只布丁狗哎，在这里。我觉得我画得很棒的说，对呀、啊，我对我自己画的布丁狗蛮有信心的。什么一回生二回熟？谢谢两光帮我分享板子哦。我现在它是需要整修的阶段，它现在故障了，它故障，这样看得清楚吗？就这样好了，就这样换了，都不要说话，就一直这样换，不知道救不救得回来。因为我如果要哦多画几次哦，我跟白板不是很熟，对不起港丁，你看他这样看到吗？哎呦，他这样子画，好像看不出来，算了。不要截崩图好吗？只能截崩图。哦，它这样重画就会变这样啊，就是又更糊了。所以这有什么解决方案吗？重画？什么布丁奶？我还没有喝到布丁奶茶哎、欸，非常好卡丘。结果讲了那么久，我都没有喝。可以形容一下口感吗？大家如果有喝过的话。还是可以看，可是看不太清楚。不行，我对我的画的要求很高的，一定要非常的好看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，好可怜哦，他已经删掉了酸奶。好，那我就把糊掉的那个，我是说那个。七圈一，谢谢柠檬追踪我，七圈一啦，哎、欸、是七圈一吗？对啊，七圈一，他是写桶圈布丁奶茶，桶圈的应该比较好喝吧，桶圈的布丁很好吃哎、欸，我只喜欢吃桶圈的布丁，还有什么布丁？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干嘛用我的崩图集？我的崩图集有什么意义吗？哦，我今天也有画眉毛哦，看到了吗？我的眉毛。对啊，筒圈的超好吃的。还有什么布丁啊？我只看得到筒圈，我的眼里只有筒圈。想办法复育，不行，无法。我努力让它出来。一圈。那你也可以去试试 Seven 的，代替我四口味。你们要成为代替布丁喝布丁奶茶的使者，全圈一圈，
圈圈是啥、啊？圈美布丁，哎，我好像没有吃过圈。对，热量都交给你们，还是我应该把它分开？算了算了算了。哦，圈圈脸 ，Hello Tomo， 哦，圈家，你们直接讲，你们可以直接讲啊，你们为什么要跟我一样那个嘞？你们也不想工商是吗？你们这样太我都搞不清楚，我很难把让它露出来又不会很呆耶，有点困难。好，先让它这样了，我要继续修复我的板板。不会，我的脑袋很灵活的，我的脑袋很灵活的，刘海是生命啊。擦圈腹是什么？擦圈腹是什么 ？Hello， 骷髅，这笔是不好，还是白板不好？旁边都会黑黑的一点一点。辛苦了，骷髅。大家今天都在干嘛？工作吗？你们猜我今天在干嘛？对，刘海是生命啊。真的啦，刘海就是生命。工作辛苦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便利商店来圈腹。我没有在睡觉，我也是很勤奋的。哦，有人答对了。我说今天整天啦，今天整天。陈家是谁？算数学。哦，中原拜拜，讲到中原拜拜啊，现在讲到中原拜拜，因为中原拜拜以前都是会去买零食，然后去顶圈买零食，最喜欢中原节了，因为可以去顶圈买好多好多想吃的零食，喜欢吃的零食。可是今年决定要给土地公庙一起拜，所以今年就不能去顶圈买喜欢吃的零食了。我没有胖，我今年没有吃零食，所以没有胖，所以真可惜。Hello 水锤，没关系，今年正好再减个肥。就刚刚好，而且我现在家里超多零食，然后我都没有吃，我就一直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。没办法，我不能吃零食。什么什么汽水？道具哦，道具组都有胖了。对，我今年都在吃烧了。什么大眼瞪小眼？然后我刚刚讲到我今年不是今年啦，今天，然后我把它重置画的好像就不好看了，怎么办？尴尬。好好好，对，我今年好像真的吃蛮多烧肉跟烤肉的。什么什么？你们在讲什么？还有企鹅，结果我重置之后把它画太大了。对，我今天去补习。我今天的一整天就是早上起床，然后我就开始写阅读心得，写完阅读心得之后吃完午饭再去补习，然后补习补了一整个下午，然后再回来再直播。我今天的一整天的行程结束，耶！道具组有冷笑吗？我怎么没听到？好累哦，补习好累哦。谢谢 John 送荧光棒。哪有，我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奉献给补习了。我今天把我的时间都送给补习班了。对啊，今天很忙耶。有些人真的哦，那不吃要怎么办？放哪？我不是补习狂人啦，
为什么工作到一半要跑出去啊？是午休时间吗？没有，我最近时间都不太一定。然后我怎么越画越丑？会怎样怎样？那重点是剩下的零食要放哪？没有，我今天下就是整个下午啊，我也超期待的。我可以在那个人多的地方，除了有你们之外，还可以表演给其他人看，赞吧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送别人，真的假的？那要送我吗？不行，我不能吃。我不能吃，大家当天会带我的应援扇吗？对，我要把我自己推销出去。大家会带我的应援扇吗？怎么考虑？我不知道哎，不清楚。那你可以插在头上，可以不要是那个吗？让我想吃，没有，好吧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考虑，都要想啊？为什么你们都要这样子？你们应该非常的那个果决说，对，我会带布丁的扇子，会带卡丘的应援扇吗？哦，对呀。那可以给我一个范例吗？因为我不知道要是怎样，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怎样啊？可以不要人手一杯吗？除了人手一杯，也要人手一支布丁应援扇，这样才对啊，是不是？三音节，那你记得。再一个布丁，三一姐人手一杯布丁奶茶，可是他人手一支布丁扇，三一姐，可是我想一下哦，布布酱还是布丁酱，哪一个？对，有啊，好，这样子，如果有带布丁扇子，我就允许你们可以拿一杯布丁奶茶在我面前喝给我看，就这样说定了。布丁奖，要吗？还是要什么？要一定要带那个英文扇，如果你没有带英文扇，被我检查到，你就会被看爆的。你就会被看爆的。好啦，那你喝真奶。要普林奖吗？大家喜欢吗？什么？我不认识米索。对啊，被看爆的。普林什么？没有啊，你们可以代替我尝到布丁奶茶的美味。普丁奖，那还是有什么其他的？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念，你们会比较顺哎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普丁奖，我会检查。那你要记得布丁应援扇呢？什么什么大家玉？I don't like. 我不承认。No. 佳玉姐是什么啦 ？Miso， 我是没有看过她啦。不过她，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认得出她。不要大佳玉好吗？我要崩溃，我要继续画我的板板了。钟嘉玉，扑影影，扑影影，扑影影，
扑影影，可以不要文珍，也不要大家玉吗？以上这两个不要，什么道具组啦，不要大家玉，也不要文珍，还有其他意见吗？什么大家玉取名，什么 Big Pudding 那什么 Pudding 零 Pudding 零中家玉傻眼，本名哦，可是比较有比较顺吗？画丁丁哦，也不要有回文珍，就是跟文珍有关的，还有跟大家玉有关的，一概拒绝。mini 家玉本名不知道要喊谁，为什么？加布丁，加布丁，道具组，为什么是道具组？什么大道具组？道具组是重量级来宾。我要决定，我要把布丁狗重画了。布布丁，哎，布布丁不错，还蛮可爱的感觉。谢谢鱼好色 ，love you。擦掉好了，我的布丁狗，它擦掉都会有血血，为什么这样？傻眼。什么什么？不要道具组，我又不是道具组表演，是我哎。好，你们就喊道具组，我叫道具组上台表演。布布丁比较不好喊，我要酒精哦，我这里好像没有酒精。哦，是哦，我以为不会有血血。好，就让道具组去。上台唱歌啥也，我要重画一只布丁狗了，所以我现在需要全神贯注，全神贯注啊！等一下，道具组两个条件都不符合怎么办？性别不对，年龄也不对，道具组应该不会吧？我也不知道哎。不熟，对，我画布丁狗要全神贯注，只是血血好多、哦，什么特权，什么浓郁布丁，等一下哦，布丁狗，啊，布丁狗 ，Hello 博汉，你们可以。啊，太大只了！你们可以，那有哪一个好嘞？我想想，可是我觉得他不像外国人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那么觉得。等我。为什么没有音乐？好干哦！柏林霸，一下外国人。柏林霸不就是外国人吗？荷兰人啊。对啊，什么安妮轩？不是我讲的，是别人讲，我从来都没有说他像外国人。好啊，那要先普林讲吗？普林讲。只有阿贝莎会叫我普林讲，跟我爸不像、啊，超不像的。我怎么觉得我好像看过，好像有哎、欸，那就普林讲吗？什么林讲？我不要布丹，港丁一直抗议，其他人怎么叫你布丁啊？普林讲。嗨，手滑哥，哎呀，我要重画布丁狗，我一直很不满意。布丁酱要怎么喊啊？可以给我一个那个吗？范例。什么布丁酱？好，我不会，我会很小心的。要怎么喊？什么布丁酱？
布林酱很好啊，身体健康。谢谢 CYC 送我的音符，超绝卡哇伊布林酱，很好啊。布林酱，好好哦。布丁酱。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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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那你手机应该要换一下哦。那布丁酱还是布丁酱？哪一个嘞？布丁酱，布丁酱。可是布丁酱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布丁酱，布丁酱，布。布林酱，布林酱，好难哦，低音怎么那么困难？布林酱，好像在骂人。布林酱，布林酱，我在念呢、啊，我念的。不像吗？不像吗？我的昵称太少了，那你们可以帮我取昵称，然后不要跟文字有关，也不要跟大家有关。怎么办？我现在布丁果子画不好，我忘记。文珍不要嘛、哦，我就不叫文珍，干嘛叫我文珍？那不是我的名字。到时候路人看到以为我叫文珍，布丁酱，马吉哭是啥？布丁，要布丁还是布林酱？我放弃我的布丁了，什么布丁你魔术酱？哦，是这样子哦，办公室。两个音节比较不很，那，可是我不是很喜欢文珍，会抓不到牌哦，好吧。那帽子画太大了，魔术钉。树丁，噔噔，哎呦！说布莱丁，所以大家觉得如何嘞？因为呢，我不知道哪个比较好哎。说布布恰恰，什么金鱼脑啦？等一下，好像没有音乐，我好不习惯哦。你可以用平板放啊。布丁酱，布丁酱，这不好发音吗？嗯？大家觉得嘞？大家觉得嘞？不会不好发音哦。那不铺音讲吗？他说宕机了。布丁酱，谢谢张大大追踪我。布丁酱，好吗？是布丁酱还是铺音讲？布丁酱，布丁酱，什么那就酱？哎呀，我不能给他涂色。会不好发音哦。那要换什么？
哦，那你们就二选一，你们就自由二选一。我要音乐啦，我受够了，我自己放。你先放，自己放电。我不是说你可以用平板吗？那你们就二选一。真是的，不可靠的道具。不要广告，谢谢广告，走开。TTP Festival 已经61万了，谢谢大家。可是我不喜欢哎、欸，我自己唱要唱多久？我还要边画画，我会应该分心。你播你的出场乐干嘛？兔子吗？哦，我都放了你就好了。网络过一关呢。嘟嘟嘟嘟嘟。所以呢，大家的讨论如何了呢？还是要有音乐比较嗨嘛，没有音乐就很奇怪耶。我没有主题曲哎、欸，啊，所以结论好像就这样，所以，还是你们投票我来计票嘞。Hello 九五熊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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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他怎么水突然变那么多啊？这到底是？布丁酱或布丁酱，还是布丁？道具组出场曲是那个哎、欸，那个嘟嘟嘟。哦，我这是布丁画好久哦，气死我了，重画。布丁酱吗？有酱比较可爱，好，那就谢谢比哎。叶炎郎送的音符，那就铺林奖吗？铺林奖，谢谢阿华送的音符，不是啦，铺林奖。我画第三遍了。所以是布丁酱吗？还爆音，布丁酱。为什么是红茶、啊？为什么是红茶？红茶啊！布丁糕好难画哦。我有点软软，我有点崩溃。好，那先布丁酱哦，好吗，各位？布丁酱，要喊布丁酱哦！我也不会画自画像，我有画过自画像给你们看吗？有吗？其实我忘记了。好，那你们就喊喊看吧。谢谢你们。感谢大家，布丁酱。好了，我已经放弃我的布丁狗了，我已经放弃布丁狗了，好讨厌哦！为什么要糊掉啊？原本很好的书，这样可以吗？大家还有什么建议吗？还是就这样。
播的有谁啊？其实我忘记了。好，那就是讲。哦，真的好像在播，哼，我不知道。跳高一点，好，很棒，很健康，哦，很好，很好。嗨，香果树。那我再重整一下板板，我就来变魔术。那我重整。为什么道具组要有啦？请问道具组会登场表演吗？天哪，这画作！我跟你们讲哦，我昨天晚上在干嘛？昨天晚上什么不会？他不会啊，然后你们就不去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昨天啊，我在做冰沙。试喊，请试喊，我不会喊。什么时候喊呢？哪一个时候？哪一个时候啊？什么时候喊？哪一个 moment？ 什么时候啦？什么时候喊？道具组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请回答。不知道。我不说你啦，我说大家。我要去研究一下。好吧，那你们大家自行练习一下。好，好的，我会好好聆听的。神秘感，手哈哥，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。我应该快画好了吧？发给他，你要怎么发给他？你要发给我吧。话说，你们知道我唱哪一句吗？就是我唱哪一句？不知道。你们听得出来吗？好像也听不太出来，因为我好像有点忘记，好久没喊，好像有记下来，等一下看一下。我的是那个，对，埋头朝向。布丁吗？他说他大概一点点听得出来，然后道具组听不到。可是我后来改位的，所以我不会唱那句，我不会唱埋头朝向。道具组比较不行，他真的有听出来啦，他哪会敷衍？我自己一点点吧，一点点感觉，一点点感觉。其实我好像也不知道我声音是怎样。对对，所以我就会改成子萱的。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话，用脑袋回想。一点点，
其实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定我听到的不是我。对，紫萱的那个是那一句。对，后来就是那一句，就是我跟肉肉吧会走出去，走去旁边唱的那个。这样你们知道了吗？对，我也觉得大概是自我感觉，没关系。哈？什么 NC？ 哈？什么？在原地。我快写好了，等我。哦、oh. ，反正你，我不要说，你们自己看懂。好像，我不知道。嗨，谢谢果树送我的玫瑰。好像还没说，我不知道，还是说我忘记了，我有点。脑袋混乱，我现在真的还不确定哎，尴尬。Hello， 思源，我不知道哎，是我金鱼脑吗？谢谢阿华送的精灵的翅膀。我快画好了，终于，我画好久、哦。好哦，阿基拉，拜拜。Hello， 黄鱼 ，Hello， 可心，阿佑。嗯，为什么会这样 ？Hello， 黄鱼。好，等一下板都有点脏脏的，但没办法，我已经尽我的全力了。尽我的全力，等等哦。谢谢米手送我一元灯，好嘞，好嘞。啊，画到了。好了，先这样。好了，真累，心累，没有画到树钉，那挤不下，脸太大。8月18号，乐福修行快闪，大家要来哦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布丁狗，布丁狗太难了，就是我刚刚已经改了3次，暂时先这样，跑过不行。
我适合工商吗？因为改了太多次，最后放弃。我原本它是在这，然后有一个爱心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面会画成这样。反正我已经尽力了。谢谢卡丘送一元灯，不行，这决定经过。然后2点在西门町，3点在三创，然后4点在信义商圈哦。然后到时候确定的位置会在官方公开哦。谢谢小华哥送的新秀打 call 加99，要来看布丁，然后并且带着布丁一元扇，有不带布丁一元扇就代表你可以喝布丁奶茶，自己带。谢谢子阳送的音符哦，官方举好，谢谢阿华。不是找我领，是自己买，真的吗？喵，不是，是自己领，自己跟自己领。哎呦，自取，你可以不要买啊！我没有那么多钱，然后我也不能发给你们啊。就是这样，乐福修行的板板。什么加减？没有。那你可以，对，那你可以把扇子插在背后。没有喝，你可以带扇。我只是说，你如果有扇子的话，就可以喝布丁奶茶；没有扇子就不能喝。虽然你也可以带着扇子，但是不要喝布丁奶茶。但是你不可以没有带扇子却喝布丁奶茶，懂吗？这是一个神奇的绕口令。你可以，如果你有带扇子，你就可以喝布丁奶茶；如果你没有带，如果你没有带布丁的扇子，就不能喝布丁奶茶；如果你有带的话，如果你有带的话，你可以选择你要喝或不喝。如果你没有带，你不能喝。我脑袋打结了。不是，如果哦，还有如果，好，再来一次哦。如果你有带布丁扇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喝或不喝布丁奶茶都可以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带布丁扇的话，你去喝布丁奶茶，你就会被看破的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带布丁扇，你不喝布丁奶茶，那也没关系，不会哭。我刚刚讲对了吗？好像有讲错，我忘记了啦。如果你有带布丁扇，如果你没有带布丁扇，然后你也没有喝布丁奶茶，我会哭。但是如果你更严重是，如果你没有带布丁扇，你去喝布丁奶茶，你就会被看爆的。好嘞，什么？但是如果你有带布丁扇又喝布丁奶茶，我们是不是双赢的局面？因为我难过你没有支持我。不是我看不得，我会不知道，反正有人会看你不得，不是我就对了。哎呦，什么让他哭？我不知道。哎咚咚！哎呦哎呦，反正就是会有人看你爆的。那我会哭。按到了，谢谢姜色的掌声鼓励。
你们不要关心谁准备布袋这件事情，他会自己出现，他会自己出现。然后我现在喝水睡了，喝水。不会啊，布丁粉当然都会乖乖的照做，怎么会被布袋？当然是不行，带其他人的扇子，然后喝布丁奶茶会被看布的两层。没有没有，不是道具组，哎呦，啊没事，哦有事。谢谢喵续费我一个月的粉丝。那你就会被看两层布的，没有两层比较闷，你会闷死，很热，那么热的天气你被看两层布的，一个如果你就是轻轻的话是只有一层薄薄的，但是如果你就是如果你没有你如果你没有在布丁园上喝布丁奶茶，会被轻轻薄薄的一层，但是如果你。但是如果你带别的成员的扇子，然后没有布丁的扇子，然后喝布丁奶茶，你会被看看布袋厚重的布袋，什么千层面？要算数学了吗？排列组合，还有第五种啊，第五种就是。不但没有带布丁应援扇喝布丁奶茶，又带了其他成员应援扇。嗯，不对，这样好像不对啊。我们不要讨论布袋了，不讨论布袋了啦。好了，还有下一个，迷你康瑟，爱的四次方式，一。mini concert mini concert 好了，我已经放弃布袋话题了。 mini concert 大家都会来吗？要来看布丁，谢谢阿华送我精灵的翅膀。还有吧，还有吧，那记得 mini concert 也要带布丁扇哦。里面可以喝饮料吗？不知道哎。谢谢艾斯，大家给你们双手点赞。谢谢卡丘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喵。想去那来啊？看两场我的吗？哪有？有吗？哎，对耶。艾斯，你突破盲肠，你突破盲肠了，艾斯！哎呦，大家有看清楚吗？傻眼，傻眼！小花哥，你不是说你不能来吗？旅馆要来我的布丁的场是14跟21，礼拜六，对，礼拜六。Hello， 今日生，大家要来看哦，很重要。没关系啦，手滑哥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哪一场道具组没有哦？9月32，手滑哥为什么不能来啊？举手，举起你的双手。嗯，反正就是要来。道具组很忙，
没关系，没有来的下次也会有机会哦。为什么会自责啊？没关系啊，没有，这次没有布袋了，不会变魔术。我买周日场，然后我就会发现布丁随机出现在你们旁边吗？这样好像蛮刺激的，应该不行吧？没有人体切割，这次的表演是只有跳舞跟唱歌为主，没有魔术表演哦。布丁的魔术表演请到另外一个柜台办理，谢谢。这里是一号柜台，是那个进 GP 的 mini concert， 然后布丁魔术的柜台在隔壁柜哦，请往右走，谢谢。所以你会来吗？柜台往右哦，往右。魔术表演的票在右边，请各位顾客往右边走哦，谢谢。待会没有，这里没有特别来，所以你到底会不会来啊？哦，那个一样是900块哦，然后布丁会表演手指魔术，没有道具组。没有，你如果没有买 mini con 的票，你就不能买布丁魔术的票哦。只有限量100张，应该也不会那么多人。限量100张，现在已经热卖中，剩下87张。对，你们要先来这柜，然后就会给你一个兑换券，可以到那边就有资格买了。什么？现在已经剩下63张了，大家不行，赶快要去抢哦！再不抢就没有了。什么13个盘子？没有胶纸魔术。什么？现在居然已经剩40张了，40张！好啦，你们要先来买 mini console 的票好吗？没有买 mini concert 的票就不能看到布丁魔术表演哦。现在只剩倒数10张，快点各位，倒数10张，请各赶快，分24，900除以24是多少 ？Hello 球灵，什么黑箱？哦，已经卖完了，已经卖完了。骄傲，我不是主持人，我是柜台小姐。另外一群粉丝，已经卖完了，售票已经售完了。那请大家没有买到的没关系，请赶快来买这个 mini concert 的票哦。有啊，另外一群，哎呦，港丁又跌倒了，我只要动一下就跌倒。来，港丁，不是，对，是7月的粉丝，好可怕，7月的粉丝，对，这个月份有另外一群粉丝，好可怕。另外一群粉丝哦，在那边哦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我只说我有另外一群粉丝啊，就是现在没来直播，说不定还有没来直播的，现在就是另一群粉丝啊。啊？什么？剩下2周？我又没有说错，就是现在没有来看的粉丝，不就是另外一群粉丝吗？谢谢 Miso Love You。 我们中秋节好像都没有烤肉，哎，是不是应该要去烤肉一下道具组？嗯，要烤肉一下吧。哦，好。笑死！哦，我还没有变魔术哎，突然发现，谢谢卡丘送的应援灯。没有，那蛮久了。
延后或者是提前。啊，就延后提前就好嘞。好的，整理一下，找个地方放。等我一下，谢谢米手送的 love you。好嘞，苏婷，大家有发现我今天是果汁，我是果汁女孩 ，juicy。这不是布丁啊，这是果汁吧？这是果汁吧？布丁奶茶好像不是这种颜色吧？啊？什么布丁白开水？哪是？太奇怪了，这应该是柳橙汁之类的吧？好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。今天是裙子哎、欸，今天是吊带裙。今天是吊带裙，吊带裙，吊带裙，要看吗？可是他裙子好像蛮低的，好像看不到。Stand up 啊，看不到，算了。不是，后退。嘿，他的裙子是这样子哦，好烂哦。哎呀，你又掉了。好了，但不是破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不是围裙，也没有全倒。港丁真的毛很多，对啊，特殊设计。港丁，你先坐旁边好了。对，港丁一直换毛，我没有嫌他。对，今天搭马尾，我很少绑马尾，特别绑马尾。谢谢十月星宿天天，什么罗旭，我来变魔术了。你说要变魔术啊？太快了，我都听到睡着了。好啦，你可以出来了。你可以出来，你可以出来了哎、欸！欢迎重量级来宾赵建祖。好了，请坐，请坐好，坐这边。你已经出完场，可以换音乐了吗？好。我不想用这个音乐变魔术。特制组很精心准备他的音乐，真是有点好笑哦。等一下哦。他已经等很久了，他已经等了一个小时，已经快睡着了，都快睡着了，傻眼傻眼。对啊，他今天就为了这一刻，恭喜你完成你的任务，可以走了。好，
今天的魔术呢？猜猜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哦，你对，你不知道。今天的魔术是6666，所以等下变完就要6666，懂没？懂。好。四张六吗？对，四张六。还没开始。好了。对，就是最近都是变扑克牌魔术。好。因为买不起道具。只能一直重复使用扑克牌，是不是？嗯。你要去哪？道具都跑了，道具都出来了。退场，他没有退场曲。好，开始了，你好了吗？好，这里有红跟黑，你先选一个你的代表的颜色。黑的好了。好，因为我比较黑心一点。我也喜欢红，我喜欢红，正好。好，那黑的代表你，红的先代表我。好，放正。好，接着我开始发牌，然后你喜欢的时候喊停，然后我就会把你的代表牌放上去。停。要再发一张吗？不要。好。然后把你放上去。好。好。然后换我的。停。要吗？要。再来一张。不要。好啦，然后我再把我的放上去。嗯。接着，神奇的事情要发生了哦。刚刚我跟道具组的六啊，在哪？在这，都在这，都不对。接着把它从旁边抽出来，它前面那张牌。好，刚刚都是道具组随性喊停的嘛，都没有顺序，对不对？对。究竟会不会变出6666嘞？不可能。6666，好，这掌声鼓励。这个没有套招，很好。哪有，我们平常都没有套招啊，我都靠自我实力。谢谢，不会念送我的掌声鼓励。Tiki， 哪有？哪有哪反？不是都一样吗？六怎么不见了？我在这里啦，我在干嘛？谢谢爱石兽的掌声鼓励。Pulling Magic。这样子玩牌的时候就赢了哎、欸。什么嘴巴、啊？你知道我之前有练过用嘴巴吐牌，超好笑的。有点像。不要，那好难变哦。要练好再说。谢谢米手兽的掌声鼓励。三个风。谢谢酱送的荧光棒。不要，那样很丑，那样很丑。帮我拿一下我的箱子，谢谢，谢谢今日生送的 Love You 土布丁狗，嘴巴吐牌哦，不知道哎，等我哪天心情好。谢谢索华哥送的掌声鼓励，没有啦，今天一个，今天一个而已哦。谢谢龙骑士送的玫瑰跟掌声鼓励。不要，那个土牌很丑，那个土牌很丑。你看哦，他那个脚架。谢谢呆呆送精灵的翅膀。谢谢喵送 Love You。谢谢喵送掌声鼓励。一直播一魔术，
拉不出来。没有没有，不一定要穿呐、啊。谢谢艾斯特的音符，不会啦，只是我想说，就是这样比较，因为有时候可能会有些事情比较忙，然后就没办法好好练习，所以就一就是以先一个为主，就是怕品质不好。谢谢旅冠送的星之冠。拉马文是有很多，只是我想说要追求高品质魔术。没有，我跟同学不熟。没有，因为我今天才因为每次旁边坐人都不一样，所以我很难交朋友。谢谢米总的 love you， 谢谢 S 帮我分享。他没有退场曲，我不要切歌了。可是很呛啊！我为什么补习还要变魔术给旁边的看？团结，傻眼。好啦，我今天的那个，今天的啊，我先顺便来讲一下高中的事情好了。就是有一个很神奇、很神奇的缘分，就是。你们在讲什么？我没有哭啊。考卷变一分太困难了，就是很神奇的缘分，是我跟有一个同学，女同学，然后她的生日跟我一模一样，这已经很巧了，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跟我同天生日了。然后再接下来更神奇的是，我跟她居然也同班。 Magic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我们以后可以一起过生日哎。对啊，一定是命中注定的相遇。没有，名字不一样啊，名字再一样就太奇怪了。可是我觉得很神奇耶，因为我这辈子没有遇过跟我同生日的人。没有，名字也一样，名字也一样，那更可怕。可是我没有遇过啊，我就是很就是几乎没遇过，而且我以前国中国小都在人很少的学校，可是高中之后人就很多啊，那这样还要同班也蛮厉害的。没有，因为我国中国小人都很少啊，我觉得我跟他还蛮合得来的哦。是不是同一天生日会比较有话聊？好像没有，不是我的扇子啊。然后我今天的那个要提前，小剧场要提前，因为想说不要浪费大家太多时间。对啊，就是很难遇到的呐，真是的。他我不知道，他应该不喜欢吧。没有，想说提早。谢谢喵兽 kiss 啾啾，想说提早一点点，不然我每次都拖很久，我都拖到快两个小时了。可能我生日这天的人比较少吧，我都第一次遇过哎。好，那我要先弄之前的第一位生日，不是生日。第一位同学呢是 Miso 同学，哈，什么东西？ Miso 同学， Miso 同学， Mis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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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iso。好，咪手不出来，下一位，来，我们换下一位。哦，谢谢空白送的看好你哦。学校什么学校？你怎么延迟那么久？哎，真是的，打字太慢了，加油！这位同学加油！
我们都会在你的身边帮助你，让你打字速度变快的。好了，我要开始。Miso 的两个小剧场，一个是妹妹可爱的撒娇说快闪要来看布丁，一个是结束的时候妹妹的再见跟晚安。好，听清楚了吗？那我要先来第一个。Hello 安娜姐姐，我要第一个。妹妹可爱的撒娇说快闪要来看布丁，顺便抱着树丁好像比较可爱的感觉。对啊，不然你要分开吗？才不要呢，不能让道具组抢走我的光彩。要开始咯，3、2、1 action。 用我们的妹妹可爱。各位哥哥姐姐们，快闪的时候8月18一定要来看布丁哦，要看布丁表演。如果不来看布丁表演的话，就会看你爆的，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来看布丁哦，拜托拜托。结束结束。呀呀呀呀呀，哪有看布丁才可爱。就是要看布丁。什么眼镜？都是哥哥姐姐。布丁兔子，没关系啦，下一个。结束的时候，那现在嘛，好吧，那先下一个，因为 Miso 是说要结束的时候。那下一位是综合喵喵，综合喵喵的是拒绝同学告白。没有，这个本来就断了。不是，我干嘛拒绝同学告白？呛到，拒绝同学告白，然后还说要腹黑一点。还要腹黑一点呢、欸。不是啊，我是说我干嘛要腹黑、欸，我不能玩具吗？我一定要腹黑吗？不是告白，不是告白，拒绝告白要怎么腹黑啊？拒绝告白要怎么腹黑？拒绝告白要怎么腹黑？拒绝告白要怎么腹黑啊？我没有想法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等下拒绝告白的腹黑是什么？对啊，不要这样子。我现在有点不太理解拒绝告白的腹黑。你有这种烦吗？拒绝告白的腹黑。拒绝骂他。综合喵喵，你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？你有多少？干嘛都那么现实？综合喵喵，什么踩他？综合喵喵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哎，为什么艾斯跟索阿哥讲都一样？可以不要那么，我没有那么坏好吗？我不会做人身攻击的。我为什么他都已经被拒绝还要人身攻击他？我没有这样子那个人身攻击别人呢、欸、我的实际经验。哦，好哦，所以我要说你为什么不回家照照镜子这样子呢？综合喵喵，你要回家照镜子那种吗？
什么？不行，我也要当善良的女生，好吗？综合喵喵怕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就跟他讲说你回家就做镜子。好了，我现在我们要演八点档。虽然说我台语等级是 top， 但是我不要演八点档。好了好了，下次给善良的剧情，谢谢大家。希望这是最后一个腹黑小剧场，谢谢姜松的眼睛这样走。不一定狗，啊，说不定人家不是 Hello Kitty 啊。要开始喽，3、2、1。阿轩，什么？跟我告白？你为什么不先回家照照镜子？这样你也敢来跟我告白？想太多了吧你！大家再见，形象再见，形象再见，形象拜拜，形象拜拜。可以让我有一个善良的那个剧本挽回这一切吗？可以给我善良的剧本吗？谢谢亲耳朵做的掌鼓励。可以给我善良的剧本重新来过吗？好了，综合喵喵就到这。我可不可以说下次不要再有腹黑剧情？腹黑剧情真的有点困难。什么角落画圈圈位置出售，我不喜欢，我不喜欢。大家以后尽量避免腹黑剧情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这样真的看好你哦。好了，我们谢谢冰球说 love you， 大家以后避免腹黑剧情好吗？谢谢，不会念上长的鼓励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念榜了，我要念榜喽。画画画画，哎呦，按到什么？画钉，画钉，哎呦。画丁，好了，我们还是来念榜好了。啊，大家大家，好了。今天的第10名是阿华，谢谢阿华。今天的第九名是空白，谢谢空白。第八名是喵，谢谢喵。今天的第七名是John，谢谢John。第六名是Akira，谢谢Akira。第五名是Miso，谢谢Miso。
是卡丘。谢谢卡丘。第三名是道，谢谢道。第二名是艾斯，谢谢艾斯。第一名是超级粉粉布丁发手滑哥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啊，要那个吗？谢谢喵分享，要那个吗？小剧场吗？还是，嗯，我是不是还积欠很多？大家有要的话，现在提出。提出，现在提出。好哦，大家有的现在提出，请提出。模仿道具出场，所以我要出去的意思哦。谢谢喵送的新之冠，给你一个树钉。哎呦，说，哎呦没了。好。空白没有，对耶，你没有。你给我千里之外干嘛？不是，重点是，好，我来一个悲情一点的，好了，我来一个善良的。我要以善良的、温柔、可爱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剧情。嗯，哎呦哎呦呦！三二一 ，Action！ 丁守华，你为什么跟别的女生去看电影？那个是谁？你为什么跟他去看电影，然后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好了，我演完，我不想后续，我怕我越来越腹黑，所以就这样了，赶快结束，不然会继续往下，可能会。意想不到的腹黑，所以先这样，先这样吧。艾斯，你要吗？什么？我要 solo， 不要腹黑。什么？我会有，因为你有看呐、啊。对，我要演无辜可怜的，表演一。好，来 ，OK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艾斯，艾斯，为什么你没有我的扇子，然后你还喝不进奶茶？我的扇子嘞，为什么你没有带我的扇子？你小心，等下离开就要被砍爆掉！哼，演完了。谢谢教授，也接到中。拿单眼拍你，你知道我比 pose 吗？还是什么？知道会动吗？还是定格？没有，我不能自己看呐、啊，我不能自己看 board、欸。又动的，哦，那要跟你说话吗？
还是我好像跟你说话才对。要跟你说话吗？要跟你说话吗？好，阿炫，哈哈，嗨卡丘，嗨卡丘，好久不见，嗨，送你一个爱心，谢谢你来拍我，谢谢你来看我，送你一个双手点赞。拜拜，好了吧，拜拜。不是不是，有点难想象啊，大概是这样。不要明着黑 ，no no no no， 可以吗？谢谢，我干嘛遮住脸？什么歌？好多、哦！这什么歌啦？晚安曲啊！晚安？我们要结束了吗？哦，他叫我关注我，拜拜。还有人要那个吗？还有人要那个吗？小剧场，还有人要小剧场吗？嗯，干嘛又换？为什么奇怪的事？那救护车还需要房子。压力压关不脱鞋。噔噔。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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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丁摇头。耶！哦，对啊，我说还有其他人要吗？有吗？没了吗？嘿，嘿，二十两个吗？还是四十三个？到到到到到到。跳跳跳跳跳，没有哎、欸，好像没有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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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啦。所以来说一下是什么状况，我跳舞跳得太认真了，耳朵会痛。可以就是不要腹黑好吗？可以关台了，拜拜，周日见哦，大家记得要来看。还是他走掉了。周日8月18号，请来看大，来看大，来看我们哦，请大家来看我们，还有布丁哦。
可以的话可以带一下布丁应援扇哦，谢谢大家。一直点，大家来哟。好了，然后我要用妹妹的角度跟大家说晚安，开始留言，开始留言晚安，呆呆哥哥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对，哎是吗？等一下，对，啊，对，好，下礼拜二，对。好，现在再来一次，下礼拜是下礼拜二哦，管你的。卡丘哥哥晚安，旅冠哥哥晚安，阿哥哥哥晚安，啊，喵姐姐晚安，艾斯哥哥晚安，金绿色哥哥晚安，手滑哥哥晚安，然后嘞，在哪？咪索哥哥晚安，细哥哥哥晚安，综合喵喵哥哥晚安。好，扣板没有跟我说吧？酸奶你怎么没跟我说？对，下礼拜二见，晚安。哦，不是姐姐，是妹妹。子阳哥哥晚安。啊，又不见了。好像没了，是吗？晚安各位，拜拜。TOOUJIAN 哥哥。还是姐姐，我现在到哪？其实我混乱了。晚安，空白哥哥。哎，现在在哪？我混乱了，在哪里？我都讲完了吗？我都讲完了吗？茄子哥哥晚安。没了吗？在哪里？哦好，阿给哥哥晚安。 DJ 一哥哥吗？还是姐姐晚安。拜拜各位。啊，酸奶你打了吗？酸奶哥哥晚安，拜拜。我是妹妹哦。Magic， 大家晚安，周日见。谢谢黄鱼送的再见撒哟。来一个啥？谢谢阿华送眼镜当中，周日见哦。拜，好了，三二一，拜拜，破音，拜拜，拜拜。